本来是360个公里，现在剩下3个公里。 这个就是最明显、最不公道的东西。三公里以外，那些油、那些矿在海里面的这些矿，全部是联邦的。这个叫做什么公道呢？这个也就是因为我看到，也就是因为我知道，我们再不谈、再不讲。 再多7年，我们的历史呢就会被消灭，就会被改变。所以，我们今天一定要讲，一定要谈。